1988年度香港小姐竞选准决赛，是由本年度香港小姐竞选大会指定的富士超金解像菲林及上址，全新本田披露 EX2.0 及 2.0i 轿跑车，金品燕窝，星神旅游有限公司，白猫洗衣粉，沙池真皮皮具系列，菊花牌七友及秀德美天然飲品聯合特約播映。